这次马德琳的新娘手捧将由数十朵雪山玫瑰模拟真实玫瑰花瓣排列方式，成为一款别致的巨型玫瑰。植物材料将缠绕于复合玫瑰手捧上，形成质感的另一种对比。点缀以精巧的蝴蝶兰，让整个作品更加灵动有生机。设想过无数梦想成真的可能，唯独没想过这么。尼古拉斯与女同学马德琳的世纪婚礼将于两天之后在马德里的阿萨斯古堡举行。好帅呀、啊！天哪！全球娱乐圈的顶级盛事，尼古拉斯在婚礼筹备上可谓十分大手笔。婚礼的花艺设计，尼古拉斯简直是帅出了天际线，太嚣太迷人了，把我的骨头都笑死了。由中国首屈一指的花艺大师渤海亲自操刀，担当设计总监。啊！有颜值，有才华，有实力，更有魅力，稳重有内涵，简直刷新了我对帅的定义。对吧？至今渤海与他的花匠，渤海真的好帅啊，超帅的。哎，等一下，等一下，这次婚礼的鲜花布置都是由我们花家来设计。我们主要采用了100000支白玫瑰，一个非常精美的设计。每一个保水试管都要用两根奥西斯先固定。嗨，还有，千万不要忘了隔热处理，好吧？I need an electric saw. 啊？这种事情还是得你亲自来。刚刚这外国哥们说要用电锯，电锯是省力，但精准度根本达不到，搞不好啊，整个设计毁于一旦。You are fired. 哎，来穿上。国内情况怎么样？正如你所料，创想所谓的深度合作，表面上看是抛出了橄榄枝，实际上就是糖衣炮弹，本意就是要吞并我们。创想在国外本来就臭名昭著，表面上是光鲜亮丽的跨国企业，背地里却靠着恶意收购发家，来者不善呐。这次婚礼花艺是提高品牌价值、振奋员工士气的绝佳机会，创想在这个时候选择向我们发起进攻，看来是想跟我们赌一把。尼古拉斯的婚礼媒体关注度非常高，但凡我们出一点小瑕疵，他们肯定会小题大做，把股权全都卖给创想了，让他们见鬼去吧！我们靠我们自己。这次马德琳的新娘手捧将由数十朵雪山玫瑰模拟真实玫瑰花瓣排列方式，成为一款别致的巨型玫瑰。植物材料将缠绕于复合玫瑰手捧上，形成质感的另一种对比。点缀以精巧的蝴蝶兰，让整个作品更加灵动有生机。哼。
设想过无数梦想成真的可能，唯独没想过这么。哎，你也别压力太大了，这婚礼还没开始呢，你别再倒下了。我给你买的那睡眠手环你用了吗？做噩梦啊，主要就是因为压力太大了，知道吗？你这个内心深处啊，一直担心婚礼会出什么差错，这才是关键。哎，真是不想什么来什么。I told you I don't want white roses。怎么了？玛德琳小姐不喜欢白玫瑰，要求我们把作为主花的十万支白玫瑰全部换成粉玫瑰。怎么可能？十万支换颜色啊 ？I don't care how you do it. This wedd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 of my life. It must be perfect. We discussed our design proposal with Mr. Nicholas before, and Mr. Nicholas replied with an affirmative answer. The wedding day is tomorrow. There is no single floriculture company.Can transfer 1,000 pink roses within such a short time at this critical moment. That's your concern, all of you. 欣欣，你别跟他们废话了，你就跟他们说，我从业这么多年啊，见过不讲道理的客户，但没见过这么无理取闹的，从来没有。什么 ？What should we do? Look what kind of people you have hired. I told you a Chinese florist won't do it all, but you just won't listen. This is all your fault. Madeline.